醒啊，孩子！我说春儿，你怎么做这种傻事啊？白奶奶，官府上的五十两银子什么时候才到啊？就快了，我给那个衙门的王叔板去过血。 他不敢不帮我的忙。我不见了这些天，娘肯定急坏了。你娘要是知道你做了傻事，那更得急坏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春儿，你知不知道进宫当太监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得救我娘的命。 你说我会死吗？你不但死不了，而且呀，按照你的生辰八字看，你是卯秀照命，难得的好命啊！将来你会掌握天下的财宝，连太后、老佛爷的财宝都归你管呢。快看！ 卯秀升起来了，圣母皇太后驾到，老爷吉祥。 前儿个内务府清点库房，发现了一批60年陈的进贡的状元红酒，实属难得。我寻思着，不如办一场状元宴，将历科的状元都请来，由皇帝亲赐状元红，这才是人酒相宜呢。皇太后心系士林，象征我大清朝人才鼎盛，国运昌隆。 都说状元公是文曲星下凡，我只是想分润一杯，沾沾状元的仙气。状元献酒，微臣梁文秀恭请圣母皇太后金安，皇上圣安。 平身，谢皇上。状元乃天子门生，这第一杯酒献给皇上，愿皇上正宫康泰。杨大人，您是内阁大学士。 是两朝帝师，又乃当今朝中官职最高的状元。这第二杯酒，献给杨大人，愿大人健朗长寿。
这第三杯酒。且慢，这第三杯酒，我做主赐给你。微臣不敢。梁文秀，你是大清朝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状元，象征我大清朝将锐意进取，犹如旭日东升，蓄势待发。你难道不该喝一杯吗？谢太后赐酒。十分的小李子，如今你却风采奕奕地站上了台，成为老佛爷目光的焦点，而我也站上了另一座戏台，能让我一展抱负、梦想成真的戏台。记得当年，我也只是个乡下孩子，成千上万进京赶考的举人当中并不起眼的一个。京城的宏伟繁华让人目瞪口呆。哥，你看骆驼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人生的风云变幻更加让人眼花缭乱。大哥啊，皇宫里都有谁呀？有太后老佛爷，当然还有皇上。那谁的官大呀？傻春，皇上是一国之君，太后只是皇上的娘，当然是皇上大了。春，对不起，傻的是我。没想到我们的命运竟然会跟那对母子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，而且那不只是我们的命运，也是天下人的命运。皇额娘，这是你舅舅桂祥家的二格格媳妇，几年前还见过的，记得吗？儿臣，皇上当时年纪还小，肯定不记得奴才了。不要紧的，是啊，是啊。毕竟是表姐，还懂得维护弟弟呢。等皇上给老佛爷娶回了儿媳妇儿，明年的中秋节呀，可就更热闹了。是啊，不是吗？皇上年轻，脸嫩呐，瞧他多腼腆，大家就别再逗他了。是啊。严英，奴才在。画舫预备好了？早预备好了，就等老佛爷的御驾呢。好，我们赏月去。喜子长得呢，要说中人之姿，确实有些勉强。哎呀，可惜了。老佛爷，依奴才之见，长相并不是最要紧的。再说了，连民间都有话不是，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。你说的对，貌不出色，才不惊人，这都不打紧。端庄老实的，正宜于坐镇中宫，母仪天下。老佛爷这话可说到点儿上了，
皇上正是发愤图强的时候啊，万一沉迷于美色，嗯，这可使不得，弄个妖精成天在皇上身边，让我怎么放心得下？要是那妖精在机灵鬼似的拿住了万岁爷，那就更难降服他了。嗯，那我看还是喜子合适。要是皇上也这么想，那就好了。我相信皇帝会明白我的意思，指不定他俩天生有缘呢。那就找机会让他们俩多处一处。哥，嗯，你怕吗？我能怕吗？哥，你一定能行。放心吧，哥心里有底着呢。走吧。这哥，早点回来。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早点回来呀。回去吧。哥，一路上小心点。知道了。早点回来呀。回吧，回吧。哥，等你回来。等你回来。每科都有几个犯疯病的，甚至累死病死。这么说，一千多年下来，这里肯定挤满了圆不了状元梦的冤魂啊！你说话很有意思。我自幼嘛就爱胡思乱想。啊，我是直隶静海梁文秀。好，我叫顺贵，是旗人。哎，文秀，你是头一次来静会试吧？是啊。嗯，我上课考过一次了，名落孙山。惭愧惭愧啊！哎，你的后事在哪一派啊？臣字派，我是雨字派，咱们离得不远，走，我领你去。哎，走。时辰已到，会试开始，发试题。今科春闱的题目是：忠而不已，强哉矫易。老人家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孩子，恐怕我是不成了。老前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您都这么大岁数，考了这么久，不能轻言放弃啊。孩子，我有件非常要紧的事想求你啊。
您说，您说。这篇文章是我一生学问之精华，说是呕心沥血也不为过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我求你把它呈上去，必能高中啊！老人家，这哪行啊？您是病糊涂了吧？人呐，来人呐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记住啊，记住我的文章啊！快走！老人家，我还不知您尊姓大名呢。我去，你就喊娘娘。好文章，真是好文章。你大哥怎么样了？睡了一天，还没醒呢。记着啊，劝你大哥别懊恼，今科不成，下科再来嘛。考了半辈子才考中进士的举子有的是，这个呀，我见多了。你胡说，我大哥一定能考中的。好孩子，你们的心情我明白。盼望着你们大哥考得好，不过呀，不是我爱浇冷水，他呀，我写的文章太好了，我写了一篇太好太好的文章了，兄弟，真大哥，太好了，成了，你中了，我能写出一篇这么好的文章来，真的中了吗？大哥，梁主任，你怎么了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我大哥中进士了，上桌呀！大哥终于中了，结果已经知道了，我是金科进士梁文秀。大哥，真的我是金科进士梁文秀，中了，中了！掌柜的，我大哥中进士了。大哥，你中了吗？你真的中了吗？看能不能把他打醒，他疯了。你干嘛呀？嗯，掌柜的，你干嘛呀？我没疯。玲儿，走，好，咱们回屋去喝。别打别打，过来过来，这你大哥是不是疯了？这榜还没发呢。什么？还没发榜啊？啊。玲儿，你放心，你大哥绝对没疯，是太激动了，写了一篇好策论。真是好吧，
一吐我心中机遇，针砭朝政时弊，痛快呀！你大哥这篇文章啊，可惜啊，你也听不懂。听不懂也不要紧啊，我爱听。灵儿，你大哥才知道，感觉这好文章不是想出来的，是逼出来的，逼到绝境，逼到吐血，这文章啊，他就自己蹦出来了。大哥，谁逼你啊？你大哥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老头，他给了你大哥一篇文章，你大哥一看，哎呀，这文章真是好。可是，一转眼啊，这老头没了。啊？你大哥醒了之后发现，哎，这文章就已经在心里了，也不知道，这文章是你大哥带进梦里去的，还是从梦里带出来的？哎，不吃了，再睡一会儿。啊，好文章！够了，够了！哎，停停停！莲英，奴才在。去把掌案的叫来。这，算了算了，你住手吧。多谢老佛爷恩典。惜让你们演成这样，这不扫了老佛爷的兴吗？自己说该当何罪啊？奴才教导的不严，奴才知罪了，求老佛爷饶恕啊！当年黑牡丹在的时候，南府戏班子多兴旺，足以跟外头的民角一较高下。瞧瞧如今都成了什么德行，连我都替你们寒碜。是，老佛爷责备的是，奴才本事有限，远远比不上黑牡丹。我不是强求你们都有黑牡丹的天分，可你们连勤能补拙这四个字都做不到，还有脸上台，不丢人吗？明白明白，平时奴才也督促他们勤练来着，奴才只是没料到今儿个老佛爷会突然想听这出四节村，所以奴才就没怎么准备，奴才该死。你倒会自作聪明，还敢猜测我的心思，只可惜今儿个你运气不好，猜错了。来人，奴才在。在拿掌案的拉下去，杖责100。全戏班每个人罚俸禄3个月。老佛爷饶命，奴才可禁不起这100棍呐！老佛爷饶命啊！禁不起，老佛爷，那就往死里打，打死算完。老佛爷饶命，老佛爷饶命啊！皇太后，儿臣恳求皇太后饶他一条性命。你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，却要为个太监求情？不，儿臣是为了皇太后，皇太后千金贵体，怎可为了一个无礼太监而恼怒伤身呢？起来吧。还不快谢恩？谢皇上，谢皇太后。莲英，奴才在。把这个糊涂东西立马撵出宫去，换个人重整戏班子。这，皇额娘，正所谓量大福大，您万福无穷。皇帝的师傅今儿个来了吧？杨喜真在吗？臣杨喜真蒙圣母皇太后赏赐关系，叩谢隆恩。平身吧。谢圣母皇太后。杨喜真，当年选你做皇帝的师父
就因为人人都说你品格清高，正直无私，果然你教出个好学生，皇帝慈悲宽厚，已经有人君的风范了。他身为天子，君临天下，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一个卑微的太监来求情，连我这个做额娘的也不禁要佩服我儿子的胸襟。尊也是百姓，卑也是百姓，皇上责备四海，理应对天下百姓一视同仁。嗯，说得不错呀，不愧是帝师啊，连我也一块受教了。臣正有一事想启奏圣母皇太后，请皇太后允准。你说吧。启奏圣母皇太后，臣忝为帝师，常侍君侧，以臣之体察，皇上于国事无不错置合宜，十分英明，皇太后当可免除圣虑，撤帘退隐，归正于皇上，即可安享无穷之圣寿。臣杨喜珍一片赤诚，扶起皇太后圣鉴。抱过来，抱过来！啊，我的小东西，睡醒了吗？啊，来来来，这小东西，饿了是不是？杨喜珍，你的奏艺很好，深得我心呢。我辛苦了这么多年，苦苦等的不就是皇帝亲政的这一天吗？我早就巴不得卸下多年来肩上的重担，好好的呀，去安享亲福了。把顶戴收回去，撤帘归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何须赌上你的前程？太后圣明。臣此时上奏，实属冒撞，感激皇太后不责之恩。皇太后，师父谬赞于儿臣了，儿臣点穴未成，经验尚浅，还望皇太后再辛苦几年吧。哦，既然皇帝这么说嘛。醇亲王，你是皇帝的生父，你的意思呢？皇上可以亲政了，这当然是极可欣慰之事。只是似乎不宜操之过急，要不先册立皇后，待皇上大婚以后再行亲政。此乃奴才之愚见，恭请皇太后圣裁。嗯，这个主意不错。提到亲政，我还有好些心得要细细的交给皇帝呢，总得费些时日。就这样吧，着户部从速主持秀女大挑，选定了后妃，待皇帝大婚之后，便择期举行亲政大典。杨喜珍，你看呢？皇太后之英断，正如当年高宗纯皇帝之禅位迁退，必将传为千古佳话，新开一代盛世。你错了，这话你可说错了。我再怎么骄狂，也不敢拿自个儿跟乾隆爷相比呀，是不是？你们说呢？
师父，你刚才真是……连朕都被你吓坏了。臣也是捏了把冷汗，不过机会难逢，再加上心中万分急切，就连性命也顾不得了。不过冒险还是值得的，好歹逼出了一句准话。皇上亲政之日不远了。师父，下回可别再这样冒险了。亲政可以等，可是朕不能没有师父。朕情愿再等下去。皇上可以等，千千万万的百姓却等不得了。国家积弱已久，朝廷要是再不励精图治，那老百姓可真要寒心了。师父，朕一定要做个忠心之主，绝不辜负你的一片苦心。皇太后，撤帘归政之意，皇太后未免也答应得太爽快了。垂帘听政是当年的权宜之计，已经违背祖宗家法。皇帝都这么大了，我还不撤帘归政，从道理上讲也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。那既然是早晚的事儿，我何不就爽爽快快答应了？否则岂不是自讨没趣儿吗？撤帘归政，皇太后自有考虑，自有安排。再说这是皇家的事儿，轮得到他杨喜珍这么心急火燎的来逼问吗？嗨，杨喜珍是皇帝的师父，和一般的臣子不同。本朝最重视的就是皇子们的教育。就算是皇家的事，他当师父也有说话的资格。可是他有必要当着那么多人说吗？他说都说了，我要是有一句含糊，半点迟疑，只恐怕呀，我私心揽权的名声明天就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了。依奴才看，意义与私心揽权的人正是他杨喜珍，故意在大庭广众当面锣对面鼓的拿话逼着皇太后，皇太后要是不答应就下不了台，这就是他的狡猾心思。哎呀，得了，杨喜珍入朝为官已有20年，要是曾有一点私心，也养不出今日的清望来。朝廷之上也需要有这种德高望重的正人君子做招牌呀。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吧，他以为他是帝师，他就住口！我入宫快40年了，那些不中听的话听了数不清有多少，句句都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。如果都要等你来替我出头，我早就被人家气死过1800遍了，你知道吗？奴才罪该万死，请皇太后息怒。起来吧。谢皇太后。皇太后说的对，皇上亲政是早晚的事儿，可是这早几年跟晚几年差别可就大了。你说的差别是对谁有差别呀？不就是你荣禄吗？你生怕起腹不久，根基未稳，倘若没有我护着你，难保不会又栽在谁的手里呢，是不是啊？是，奴才的心思皇太后洞若观火。不过奴才力图东山再起，更多是为了皇太后，为了大清朝啊。是吗？皇上年纪虽然不小了，但是初涉朝政毕竟还嫩了点儿，很容易受制于人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跪安吧。这谢皇太后。荣禄，奴才在。你记住，在外头不许招摇，你起腹不久，根基未稳，别还没走好呢就先跑。这奴才谨遵懿旨，望皇太后宽心。奴才去送送荣大人。
受制于人，笑话，除了我，皇帝还能听谁的？荣禄似乎想暗示我，杨喜真的贸然请求是皇帝的授意。哼，我不信。皇帝虽然不是我十月怀胎亲生的，却是我抱着哄着一天天拉扯大的。一个母亲能够给孩子的我都给，更何况还有谁也给不了他的皇位。他登基时那件小小的龙袍还是我亲手给改的呢，我绝不相信皇帝会不知感恩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仿佛他很久没有叫我亲爸爸了。998，999，今儿走得真快，999步，没多大功夫就走到了。老佛爷真是越来越硬朗。硬朗是硬朗，可终究老了。我这辈子，昨晚想起了好多从前的事儿，想起皇帝四岁登基那小模样真可爱。如今他也长这么大了，都快成亲了，我怎么能不老呢？万岁爷是长大了，可肩膀未必有多结实啊。他能像老佛爷似的扛起大清朝这副重担吗？还有我呢，只要我在一天，总能帮他扛一天。指不定万岁爷心里有他自个儿的主张，不想听任何人的话呢。这是奶子房庆奉的新样奶酪和客食，老佛爷尝一尝。你带人上玉兰堂，吩咐兰琴，就说皇上胃寒，奶酪别让他多吃。老佛爷，我记住了。去吧。是。真是天下父母心呢，不知道皇上是不是能将心比心。未雨绸缪，有备无患。你传我话给荣禄，有件事儿让他琢磨琢磨。按如今这情势，撤帘归政看来是必行无疑了，看看他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。撤帘却暂不归政。李总管，看中什么就告诉我，千万别客气，咱们都是自己人呢。啊，不是，我在看这西洋的瓷器跟咱们的瓷器不一样，是汉香官另有个味儿。哎，你跟我说说这娘们是谁啊？哟，这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啊。啊，如今都70多了，听说身体还硬朗着呢。她治理的英国那是越来越强大了。要说咱老佛爷50才出头，应该比他精神多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会儿就隐退，太可惜了。嗯？啊？谁说不是啊？我猜想老佛爷也是两难。要说他也是闲不住的人，掌权了好几十年，突然间就放下了一切，心里必然空落落的。是啊，哎，要看开谈何容易啊。但总不能拿这点理由拖延归政吧。林英，这事儿你得帮帮忙，使点劲儿。好多人的荣华富贵都拴在老佛爷的身上。哎，撤帘却暂不归政，老佛爷倒是有这个意思，
就看你荣大人怎么。